在你以后是我的地盘啦。然后他一屁股的坐下来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分明写着：“奴才，记得好好伺候我啦。”我当时超无语的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零零碎碎的人生啊，我是玲玲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很特别的主题，就是猫咪的哲学。没错，就是那些每天看起来只会吃饭、睡觉、发呆的猫猫，其实它们懂得生活的道理，比我们人类还懂的。那我家里就有一只哲学家，他叫 Harry。 一只英短蓝白的小胖子。说真的啊， Harry 的生活方式啊，让我看见了生命的另一个可能性。今天我想要用几个属于 Harry 的小故事和你分享他教会我的哪些猫式智慧。说到 Harry 啊，他两年前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啊，他才三个多月，真的超有个性的。他一进门直接大摇大摆的坐在沙发前，用肉垫拍了拍沙发，好像在说：“这里以后是我的地盘了。”然后他一屁股的坐下来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分明写着：“奴才，记得好好伺候我啦。”我当时超无语的，也忍不住笑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， Harry 不是在耍脾气，他只是在忠于自己。他教会我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自由，自由的活出自己的样子，毫无保留的做自己。在人类的世界里啊，我们常常压抑我们自己，害怕别人的眼光，害怕不符合期待。但是这只喵用他的方式告诉我，为什么管那么多，不如活得像我这样，活得像只猫，舒服又自在。哎呀，Harry 最爱做的事情就是趴在窗边晒太阳。他有个固定的位置哦，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，他就会慢悠悠的坐过去。四肢一摊呐、肚皮朝天的，像个小老佛爷一样享受日光浴。有时候他会盯着窗外的小鸟，看得特别专注，好像世界上只有他和那只鸟。那我每一次都会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在想，我上一次这么专心的专注一样事情是什么时候。那有一天我就决定效仿他咯，就泡了一杯茶坐在他的旁边，试着说活在当下。那结果呢，不到五分钟 Harry 睡着了，开始打呼了。而我满脑子里在想今晚要吃什么，今晚晚餐要吃什么，明天的工作要做什么。那一刻我真的彻底输给一只猫了。它教会我，生命的美好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事情，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享受每一刻当下。你知道吗，这只猫不仅懒得优雅，它连跳跃也充满了仪式感。有一次它从茶几要跳上沙发，它就站在那里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距离，头微微地歪了一下，好像在想这样跳会不会破坏我的形象。接着他就非常从容地跳起来，稳稳地落地，还顺便甩了个尾巴，
不再说。完美。那相比之下，我走路啊，平路都会摔跤，真的是望尘莫及啊。这只 Harry 优雅的跳跃启发了我，生活不应该只是匆忙的完成任务，而是要带着点点的仪式感，每件小事都要做得漂亮。那我就开始学 Harry 了，慢慢来。比如煎个鸡蛋的时候，花点心思在摆盘；冲咖啡的时候，也学个 barista， 拉个花。喝咖啡的时候细细的品味，然而看起来只是小小的事，但它让我的生活多了一点快乐。这些快乐，我没有曾经试过的快乐，就是一些简单的快乐。我这只猫啊，是一个孤独的哲学家。他可以整整一天躲在那个橱底下，专注地盯着某个影子，好像那里有藏着什么宇宙的秘密。那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把我忘了，把我的存在忘了。但就在我觉得我自己被冷落的时候，这只 Harry 又会突然跳到我的书桌上，用他的圆滚滚的脑袋蹭在我的手臂上。那一刻我的心都融化了，他让我明白，孤独和陪伴并不冲突，然而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享受自己的时间，并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别人温暖，这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。所以啊，猫咪这个哲学到底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就是这几个字：做自己，珍惜当下，活得优雅，懂得平衡。我这只 Harry 啊，虽然只是一只小猫，但他用他的日常生活教会了我这些深刻的道理。他告诉我，生命的快乐其实很简单，趴在阳光下慢慢享受，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别忘了用尾巴甩一甩，让自己帅一点。谢谢你 Harry，也谢谢你们的收看。如果你家里有一只像 Harry 一样的哲学猫，或者你有什么有趣的宠物故事，留言分享给我们听。我是玲玲哟，记得订阅分享，还有给这一集留个爱心哦。